bus. 低价旅行团。哇，好酷啊！哇，警长，你穿成这样是要带我们去旅游吗？接到检举，最近有个旅行团诈骗游客，我们今天的任务就是假装游客去调查。收到。出发。旅游团大特价啦，美食大餐，豪华游轮，还有传说中的独角兽，快来看一看呀。一个人多少钱啊？只要88，马上就出发啊！出发，出发！好便宜，还有这种好事啊！我们要去，还有我们、别急，别急。按计划行动。等等，我们也要去。又来几个上当的，欢迎欢迎，快上车，我们马上出发。好，欢迎来到美丽的五星级风景区斗泥湾大草原。斗泥湾，看好了，独角兽马上就要登场了。耶，独角兽！嘿，哇，这根本就不是海盗上的独角兽，一模一样呀，不就是热情了一点吗？好痛啊！独角兽真是太热情了，接下来还有豪华自助餐，大家跟我来。哇，肚子好饿。也许自助餐会不错，走。可恶，居然用宠物噜噜假扮成独角兽来欺骗游客。我现在就去抓住他。等等，先别急，我们再收集更多的证据，快跟上。豪华大餐来了，尽情享用吧。大餐，这能吃得饱吗？有小虫。哪里有？你眼花了吧？怎么不见了？有虫，有虫！小虫，走开，走开！欢迎来到豪华大游轮。现在就到了这趟旅程最激动人心的环节——游船喂鱼。现在购买鱼饲料，一罐只要999啊！什么？这也太贵了吧！不贵不贵，看这些鱼是多么的可爱！没想到这些鱼也这么热情，你们快来买吧！太危险了，我们不买，我们也不买。哼，不买，不买就给我下船！原来这个低价旅行团是骗人的！你们买不买？兔子妹妹，谢谢你。是时候逮捕这个骗子了。是拉布拉多警长。你们竟然是警察！你利用低价旅游团欺骗游客，
罪证都在这里。哼！让我永远也别想抓到林羚羊。就是林羚羊，看我的！不打！你跑不掉了！可恶！哼！看我的绝招！还是看我们的吧！这么厉害！跟我们回警局吧，安全警长马上开讲。小朋友们，有的坏人会以低价引诱游客加入旅行团，然后在旅行过程中以各种手段进行强迫消费，甚至威胁到游客的安全。大家要提醒爸爸妈妈不要轻易上当哦。喜欢我们，记得点这里按赞哟！紧急救援！去游乐园玩喽！宝贝，不要爬这么高，要好好走路哦。爸爸，我不要坐安全座椅。宝贝，坐上安全座椅才能确保安全哦。系好安全带，出发喽！让你来坐吧。看不见了！修好了。谢谢你们。再见。再见。你好，我是拉布拉多警长。拉布拉多警长，我的孩子刚刚还在车上，突然不见了，快来帮帮我。我们马上就到。拉布拉多警长，别着急，我们先勘察一下。看来小壁虎没坐在安全椅上。壁虎爸爸，你刚才开车时有没有遇到特别的情况？有，刚刚有张报纸挡住视线，我就紧急闪避了一下。看来小壁虎是因为没有坐安全座椅，被甩出车外了。我们马上去找小壁虎。好痛啊，爸爸！爸爸，你在哪里？小蝶，用超级飞眼进行搜索。收到。小壁虎会在哪里呢？
上发现抱枕。我们快去看看。这应该是小壁虎的抱枕。这些是小壁虎的脚印，快顺着脚印追。怎么办？谁来帮帮我？消失啊！脚印消失，看看小壁虎有没有在附近。啊，那是什么？故障，故障，电路反馈。是小壁虎的帽子。糟糕，小壁虎可能掉在前面的车上了。杜宾，快追上去！看我的！快看，是小壁虎。救命啊！小壁虎。不要害怕，没事了，以后乘车一定要坐安全座椅哦。我记住了。安全警长马上开讲。小朋友们，在乘坐汽车时一定要使用安全座椅，在遇到紧急刹车或者交通事故时，安全座椅都会保护我们的安全，大家记住了吗？熊孩子高铁历险记。妈妈，快点坐火车喽！列车即将出发，请各位旅客尽快上车。杜宾，你怎么带这么多东西？难得出远门，当然要多带点东西。哇哦，门自己开了，火车好好玩。杜宾，你没事吧？对不起，对不起。熊妈妈，动车上要多注意小朋友的安全。哎，好的好的。小熊，不要乱跑。列车即将出发，祝您旅途愉快。哇哦！哇哦，好漂亮啊！好烫好烫！哎呀，小心啊！谁家的孩子？太危险了！列车即将停靠雨林站，旅客做好下车准备。我车停了，还可以下车玩。哇，那里有蛋糕！蛋糕！上了！吃哪个好呢？这个，我都想吃。哇，不中，不要走！小熊，小熊，你在哪儿啊？熊妈妈，发生什么事情了？拉布拉多警长，小熊刚才在车上乱跑，我找不到它了，怎么办啊？熊妈妈，你放心，我们一定会找到小熊的。是不是找不到妈妈了？走，叔叔带你去找妈妈。真的吗？谢谢叔叔。这个孩子真好骗。叔叔，我想吃蛋糕。还是先去找妈妈吧。可是我好
好饿，我想吃。买给你，买给你。快吃吧，吃完去找妈妈。请问你有看过他吗？没有。有看过他吗？没看过。哦，兔子小姐，请问你有看到小熊吗？哦，这个调皮鬼刚刚在车厢里乱跑，还打翻了我的盘子，往那边去了。对不起，我先找到孩子，等会儿回来赔偿。舒懒先生，你有看到小熊吗？有。太好了，他在哪里？他刚才下车了。糟糕，小熊在雨林站，我们得马上搭回程火车回去。叔叔，我还想吃，我还想吃。吃吃吃，就知道吃，快跟我走。我不想跟你走了，我要找我妈妈。别想见到你妈妈了。住手。可恶，我是警察。妈妈吓坏了，我再也不敢乱跑了。站住！哦，糟糕！在那里！别挤呀！别挤呀！拉布拉多警长。麻烦大家借过一下。站住！不要跑！可恶，怎么甩不掉？从那里跑，危险，不要去黄线外。笨蛋才听你的。看我的。好险，太可怕了。安全警长马上开讲。小朋友们，乘坐火车一定要注意安全哦。在月台候车时，不要跨越安全线，以免跌落或被列车卷下月台发生危险。上下车时要注意脚下，依序排队，不要推挤，紧跟在家长身边，千万不能自己一个人到处乱跑，更不能中途擅自下车。大家都记住了吗？土拨鼠挖宝藏，挖宝藏，挖宝藏，嘿呦嘿呦挖宝藏，嘿呦嘿呦挖宝藏。怎么又是水管？这里真的有宝藏吗？当然有了，藏宝图上画了，宝藏就埋在这里。哇，挖吧。糟糕，又是水管。危险，快躲开。
哦，糟糕，大家有危险！小蝶，你去搜查一下水是从哪里来的。收到。步兵，快拉好警戒线，不要让大家靠近这里。亚布拉多警长，原因找到了，是地下水管破损造成的事故，水闸已经关闭。做得好。亚布拉多警长，我们大哥在那边被水冲走了。什么？快带我们去。就在这下面，快下去看看。这是我们挖宝藏的铲子。挖宝藏？我们挖着挖着，突然有水跑出来，哥哥就被冲走了。原来就是这里的地下水管被土拨鼠兄弟挖破了。这里是公共场所，不能随便挖洞哦，更不能破坏水管。对不起，我们知道错了。这边有地道。你们先去安全的地方。土拨鼠哥哥应该是从这里被冲走的，快去找他。这是哪里？好多虫！救命啊！土拨鼠哥哥，那边有声音。原来是虫啊！怎么这么多？虫都被我赶跑了。什么声音？快躲开！救命啊！是土拨鼠哥哥。小蝶，快上来！小蝶，快上来！不打！快抓住那边的梯子！救命！看我的！加速模式启动！我以后再也不敢乱挖水管了。安全警长，马上开讲！小朋友们，水管属于公共设施，一旦遭到破坏，不仅会造成水资源浪费，还会给大家的生活带来不便，严重的还会威胁到生命安全，所以千万不能破坏公共设施哦。爱护公物从我做起，大家记住了吗？